鹅来了。不是你大冷天喊我干嘛呀？因为粉丝们想看咱俩通话。放一下，放一下。啊，这擦。鹅，别的不说，就这场景放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大声的告诉我，全北京你最喜欢的汽车男博主是谁？来。不是你，哎呦我去。真的吗？哦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哦，这还行，你一般。你知道一个男人听到一般的时候是多么的绝望吗？你知道吗？就这台 G2RS 现在是完全体了，你可以说我一般，但你真的不能说我这台 G2RS 一般。我觉着没见到它车本身之前，我还是有一点期待的。但是现在我觉着更喜欢了，就还行吧，那么回事吧。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你知道这一个轮毂多少钱吗？这是镁铝合金的轮毂，一个轮毂能换一个爱马仕。爱马仕能拎。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。这是塑料的吧？对，这就是塑料的。你为什么不装碳纤维呀？是因为装不起吗？不是，它是这样，因为这车得过路肩、就是。哦，好，就是换不起呗，磕坏一下。哎哎，你听我的，你进去看一眼原汁原味的赛车内饰长什么样。这破车上车都费劲，哎呀，哎呀这破座真够硬的，这还什么破绳子？不，这是碳纤维，这。碳纤维，你瞎？这是碳纤维，这是轻量化。哎呦喂，这啥玩意儿？这邦朗硬在这中间破椅子，安全破椅子也邦朗硬。咱们就说啊，这通风加热和这座椅调节，国产车基本配备的，这都没有。它不需要这些东西。呸！方向盘怎么样？就说连个喇叭都没有，我怎么着？我前面让车，不，哎，我让一下，兄弟，是吗？妈呀，我才看着，这屏就这么大，就这么大。不是，现在咱们都是三连屏、翻转屏、液晶大屏，你这就这么大。我不是这么大，是这屏这么大。我，真的，你气得我都低血糖了。我早上起来，我连饭都没吃，我就把车给你弄过来，你就这么说我？哎，我新换的大尾翼，8万多当顿的。行吗？空气套件不是都后改那车才改尾翼吗？不，它真的能提供下压力，它真的很丧改。哎，你这出气筒也挺丑的啊。不是，它叫排气啊，出气筒吗？不一个劲儿吗？对对，它劲儿都是出气的。哎，长得跟他似的，短粗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大哥，我以为你拍视频是假的不懂车，原来你真不懂车是吧？我真的觉得这车真特一般，你放着放着扔着也没意思。我不嫌，你给我开吧。你不是，我真没事，我不是，我是觉得，哎呀，破玩意儿我开开呗，是吧？给哥哥分忧，这点毛病没问题。跟着等着我呢，看了吗？没事，我开两天。我告诉你，就两天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车除了我以外，谁碰谁死。那也行，这也能开两天。